我也是非常的高兴，然后也是非常的自豪，自己和队友这一次还能够。 联手拿到这一块金牌，然后首先也是非常感谢我的队友一路从资格赛到决赛的一路好的一个发挥，然后也带动了我，让我坚持完成了整场比赛，然后呢，拿到金牌那一刻也是非常的开心与激动，觉得这一路走来自己的一些努力取得了一些收获。 首先，我感觉我也是非常的幸运，能够进入清华大学，加入这个清华大家庭。然后呢，我也非常感谢我的，师队教练，是他把我送到了清华，让我能够一边学习一边训练，然后让我也收获了很多，不一样的一种感觉吧。包括对我的训练，其实我觉得训练和学习这两个。 方面，它是对我来说是有一个相互促进的一个作用，使我可以在多个角度，能够感受到别人可能感受不到的一些东西。所以，首先我是觉得我非常的幸运，然后也是非常感谢我学校的教练还有队友，包括我的家人们，他们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和鼓励，让我在高考的时候能够更加努力学习，然后最后成功进入清华大学。